哈喽兄弟们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体验一下捕鱼的乐趣，走出发。已经下水了啊兄弟们，不知道这个渔网里边会有多少货，咱们一起期待一下，看看会不会有大货啊。这野河里面的水质是相当的不错了啊朋友们，看看这水草在底下都能看得见，看看这个水干净不干净，看见了吗？走看咱们的鱼货。已经找到咱们的网了，朋友们看见了吗？如果鱼多的话，希望大家能给老弟点点红心，感觉过瘾的话给老弟点点关注啊朋友们。看见了有龙虾，看见了吗兄弟们，这水质特别的清晰，特别的干净，看看里边的鱼货多不多，看，哇塞，暴龙了朋友们，哇塞，我去兄弟们，哇，漂亮，过瘾啊，看，太爽了，看这龙虾还在这趴着呢，过瘾，给老弟点点关注，咱们把网起完之后上去看鱼货啊，不错不错，哇塞，太爽了朋友们，看看打了多少货，看见了吗？全都是黄辣丁比较多一点，看，然后龙虾。哇塞，太爽了啊！这一大兜，满满登登的。看看朋友们，这是咱们这一张网捕的鱼，捕的鱼倒是品种倒是挺全的。看，小马口、小鲫鱼、黄辣丁，看黄辣丁，还有这个挺大的啊，这一条黄辣丁，还有这小黑鱼，太小了，把它放掉了啊。还有一条小的，还有一条小的，咱们也把它放掉，太小的都不要啊，放掉了啊。这是在野河里面，看看还有龙虾，看看，挺干净的啊，龙虾，看看，看它的水质取决于龙虾，看，这个水质就特别干净啊。本次节目到此结束，祝朋友们幸福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